啊？呢、這個咩名？飲勝，飲勝賣廣告，賣廣告。誒呢排我比較調皮，比較反叛，點解 ？Anyway， 好，其實我連幾多季幾多集都冇講，第五季上個星期都冇講。第五季第五集啦，係咯，唔使節目亂講。其實我哋已經拍到變咗真情啦。我哋同埋要到啲嘢直接計集數好似佢。係好睇啦，冇錯就係我哋直接就去到嗰個產品度入咗去咁就得㗎啦。我哋啲嗰啲枝節嘢唔講。咁啊，辛辛苦苦咁，我哋因為依個 3A 喎，唔係 3C 喎。3A 啊，係啊，因為其實 3A 都比較少攞上嚟講。咁誒，即係我突然間覺，即係醒覺咗呢樣嘢，所以今日都出咗貨啦，即係唔係睇版啦，大家咁就所以就拎上嚟睇睇咁樣樣。個盒花好多心機喎。係啊，呢個啲紙類個表嘅喎。啊，係啊，呢個都係啊，即係平時幫 Facial 做盒個 Jeff 嚟做嘅，咁就用翻 Game 入面，因為其實 Doom 呢嘢就叫 Doom Marine 啦，咁樣其實都算某程度上係舊嗰個 Doom， 即係毀滅公爵嗰個續作嚟嘅，即係第即係有啲人就稱呼佢係第四集啦，但其實可能都有少少差異咁就個 game 入邊咧，其實佢係打惡魔嘅。咁佢呢個就係嗰啲惡魔召喚嗰啲咁樣嘅，類似紋啊咁樣。咁我哋開盒啦。好。喂，哇！飛咗張啲咩 ？Instruction 先。係啦，冇錯啦，係記得大家玩玩具，記得一定係要睇說明書。係啊。呢個盒入邊都有嘅，都有㗎，即係話個表嘅咯，全部表過曬。係啦，咁而家因為咧，其實我哋一路包裝嘅時候都發覺，可能話啲嘢肉比較容易黐到啲吸索，咁就。而家就落得非常之重手嘅，即係包曬手腳，包埋頭啊，前後幅都加埋，即係基本上你攞出嚟咧，你唔拆台就睇。即係基本上有 window box 都冇用㗎啦，係啦，包到冚曬住曬。係啦，所以你係冇辦法睇到。我記得 hot toy 前係 window box 嘅，但係包滿曬膠袋，結果而家其實大部分都係唔係 window box 嘅，即係鞋盒㗎啦，好似呢種咁樣。咁啊，索性你打開先睇到，因為係啊，嗰啲油啊，主要係同個吸索咧。就摩擦啦，因為你唔講你唔知喎，其實每一件貨品由工廠運到你嘅屋企，即係或者你府上咧，其實咧係超過嗰個震動咧，係可能係200,000次咁計嘅。哦，咁多㗎？係啊，係啊，有數計嘅，係啊。同埋佢，我以我所知，即係因為我哋例如有時做測試咧，咁就會擺落啲焗爐度，咁啲焗爐 set 幾多度咧，就係唔知50幾度咁，咁記得50幾啊？係啊，就類似就已經係高過曬一般貨櫃嘅温度，因為通常咧。貨櫃咧，你真係鐵㗎嘛，咁啊，佢夏天啲貨櫃擺咗喺船上面曬咧，咁蒸咧，其實温度可以高到就係好似40幾50度，咁所以佢用60度係咪你哋？50幾度就穩陣㗎，即係已經過咗一般貨櫃嗰個温度。當然如果有大家做船運嗰啲朋友知道啊，要矯正翻我哋嘅。咁啊，其實嗱，我哋講翻大概講翻只 game 啦。哇，好多冒氣。係啦，冇錯啦，大家就即係太歲啱啊呢個。有人其實有佢有把鋸，有啲喚起嗰個咧玩嗰個叫咩啊？Gear Soft 嗰個。係啊，黐一黐。咁啊其實咁呢個 game 咧就即係所謂續作啦。咁其實就係又係打惡魔，咁然後有啲好癲嘅槍，即係好多唔同類型嘅槍。咁然後近戰咧，你又可以揸鋸去鋸怪。咁佢嘅 game 咧，你會見到佢好多武器嘅，即係我哋依家有把鋸啦，有把雙管散彈槍啦，有支機槍啦，跟住同埋有支呢支又叫電漿炮嘅。咁其實咧，佢嘅 game 入邊咧，有plasma 兩種呢，即係其實呢個雙管散彈槍同埋嗰支電漿炮咧，都係向啲前作致敬嘅。即係其實佢前作都有呢個第一集就有嘅。係啊，呢個雙管散彈槍，咁電漿炮就應該係後，即係佢哋第三集入邊嘅後期嘅武器嚟嘅。咁佢就大重新設計過嘅，但個 base 係差唔多，即係佢只係將佢變複雜咗啫。但係個框架係好類似嘅。個電鋸都係第一集開始就有。係啊係啊，咁但係亦都再重新設計咗，複雜咗好多咁樣咯。咁其實 Doom Marine 都應該某程度上都幾受歡迎，因為你知 Doom 係當年幾咁厲害。我想問下你出咗世未？我三我有玩㗎，嗰陣時第一集緊播電腦 game 第一集，一集冇。三我係有玩嘅，三部嘅。係啊，黑掹掹㗎嘛，成日 game 都係好鬼驚嘅嗰陣時話，仲有電影出㗎嘛，三係。係啊係啊。係啊，嗰陣時仲記得咩？有個人行傳送門，點知行咗一半傳送之後，俾人切咗一半咁跌翻落嚟。咁慘。係啊係啊，但係好好睇嘅。跟住佢去到後期就用一個好好靚嗰啲咧，即係第一身你就好似喺 game 度，佢就直接影住你嗰支槍，就係喺個電影度嘅，咁啊打過嚟。係，即係致敬翻個 game。係啊，其實係非常之正嘅嗰陣時覺得，咁就嗱有翻嚟個產品啦。咁其實佢咧就好多槍就係咁喺 game 度就係你打怪啊，即係喺個牆度執或者係你可以同其他玩家去交換嘅。咁就係啦，即係頭先講嗰幾支啦。咁電鋸咧
個腳咧係唔喐得嘅，不過條鏈咧，拉得出嚟。係啦，因為條鏈係 PVC 嘅，因為佢上面有啲細件咧，就驚整爛，咁所以啊，我哋位兄弟啊 Tommy 係好細心地就做咗 PVC， 咁亦都因為出模嘅關係啦。咁啊幾款槍，咁然後咧嗱主體係咁以可動啦，咁啊膊頭夾係可以喐嘅，因為避開嗰個手，因為上面係波 join 嚟嘅，咁頭啦頭可動啊各樣嘢啦，咁然後咧腰。腰呢啲其實我諗都 OK 啦，基本嘢啦，係啦，腰係都幾多噶，算係。咁但係佢主體上面咧比較多地方都係用軟皮嘅，因為其實咧我哋始終做呢個產品嘅時候咧，就想可能有啲人玩過以前 Halo 嗰啲，咁其實某程度上係致敬翻，即係可能我哋做嗰類型嘅產品嘅時候咧，盡量唔想話見到太多關節，去接近翻可能係即係。game 入邊係真係著住成套 suit 啊咁樣狀況，咁所以其實大部分都係用軟膠去做嘅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好多嘢俾 Halo 改進咗，即係你比如説話啲腰啊，其實係實淨嘅，即係唔會話你咁樣都唔會話佢跌翻落嚟嘅。係啦，以前咧就可能大家就會話有回彈有成，咁但係去到做呢個產品嘅時候，因為個技術都即係成熟咗啦，亦都吸取咗好多以往嘅教訓，所以咧其實你可能去睇嗱，例如手呢啲關節咧，咁啊。屈曲啦，屈曲咁樣咧，即係呢啲可能你基本九十度係冇問題嘅。咁然後咧，佢其實點解咧，亦都冇咁重回彈。個原因係因為咧，我哋將呢兩個手筒咧係拆開咗，咁變咗你會見到嗱，例如我水平轉手嘅時候咧，你會見到佢係分開咗嘅。咁佢就變咗冇咗以前嗰種成日扯住彈翻轉頭嗰種狀況。咁我哋即係盡量避免咗咯。咁所以即係其實喺呢方面，大家可能就可以玩得放心啲。咁係啊。咁呢啲基本轉下手啊，各樣嘢啊，咁手波 join 就隱藏咗喺入邊嘅，即其實都係平時咧大家玩嗰啲單波 G 嚟嘅。哦。咁就手型咧，前後就有六款啦，計埋戴喺手上面嘅話，咁啊呢水平轉啊腰喐就頭先試過啦，咁腳啦，好多人都擔心腳啦，因為 Halo 嘅噩夢就係腳啦。腳咧，因為呢個位置咧佢拆咗件咧，咁所以腳係可以咁樣嘅。咁係可以做得到咁樣嘅，係唔會彈翻落嚟嘅。不過膝頭哥亦都係啦，拆咗大髀同埋小腿嘅，咁啊都可以咁樣。咁但係有時咧，可能喐嘅時候咧，因為佢係預多咗將大髀嗰啲位預多咗，咁變咗佢有機會甩出嚟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就咁攝翻落去都冇乜所謂。係啊。佢幾中意個 Doom 嘅設計，佢好似 Mark Cross 入邊啲外星人嗰種咧，啲線條係圓圓地，個角唔會尖嘅，全部都圓圓地，好實在。其實盔甲係應該係咁樣，因為防御力唔係尖係攻擊力啊嘛，防先係防御力。因為我最近咧，係啦，我最近喺度幫清水榮一即係做 Ultraman 嗰個作者打緊份嘢。咁我原來我發覺佢睇以前佢寫嘅咧，佢話點即係佢唔中意畫嗰啲尖嘅盔甲，因為佢覺得。尖嘅盔甲在理論上面嚟講，其實唔係防禦嚟嘅，即係盔甲係應該盾，因為你要射開嗰啲攻擊啊嘛。咁就整體咧就做翻即係平時 3A 最擅長嘅舊化啦。因為其實佢都出咗貨啦，咁我變咗喺網上面都見到有啲朋友去讚啲舊化。其實喺個舊化層次上邊咧，佢就做得非常之重手嘅，即係你尖色都有差不多四隻色在上面嘅，咁而且個尖色嗰個層次亦都有做到啦，就咁除咗細點尖啦、大點尖啦，有啲係尖完之後拉啦，所以你會見到有啲類似咧嗰啲油漆飛落去嗰種狀況嘅，咁 scratching 咁樣。係啦，咁佢就做咗好多唔同層次，咁而且其實佢上邊身上邊咧係有成幾百個疑印喺上邊嘅，不過因為佢做咗舊化，可能你唔係話好明顯。係啊，即係嗰啲呢啲咁嘅細疑印啊，背脊呢啲疑印啊，係好多嘅。因為其實嗰陣時係版權商話要求話，我想執翻多啲疑印嘅時候，就不斷咁去加啦。但係呢個係令到件事好好多，好靚。係啊，睇落去成隻嘢仔細好多咁樣。係啊。咁啊，同埋我幾欣賞佢嗰啲手踭同埋腳踭關節全部都包含曬，睇唔到嘅。可唔可以揸把電鋸？就翻個揸把電鋸。揸把鋸。係揸把。好熱血嚟，拉啲熱嘅。等等啊，其實我都未正式玩過啊，所以要摸下佢到底揸電鋸用咩。咁又其實電鋸咧上面電鋸都做咗好多舊化啦。咁喺個柄上面這個呢個咧係即係攞真嗰啲紗布包上去嘅。咁整體把鋸你都亦都見到佢好多有啲少少修飾啊，或者係有少少做嗰啲仿古啊各樣嘢咁樣。咁啊，打翻把鋸先。咁都睇到
阿 Tommy 幾好啊！佢以往咧好多玩具嗰啲手咧，其實好硬噶。佢我諗佢呢個咧，呢個大概係70度到70度，六十五到七十度到 PVC 啦。因為即係例如我哋啤 PVC， 即係呢啲軟皮咧，其實有分度數嘅。咁佢度數係咩咧？唔係話佢真係幾多幾多熱量咁樣樣啦。佢度數係嗰、那個那個硬度嚟嘅，係啊，係個硬度嘅度數。即係一百就係最硬嘅。係啦，冇錯。其實有傳說中咧，有聽聞一百一咁樣樣。有嘅，有。係啦，有百一，但係其實你去到做到百一咧，亦都冇乜嗰個意義。咁可能話我哋例如可能啤到九十度或者一百嘅話咧，都唔夠硬。其實我哋可以去溝 ABS 嘅。咁、我哋可能溝5% ABS 啊，或者係 10% ABS 啊。但係例如可能你一般要做 PVC 嘅咧，好多時就因為出唔到模。咁可能你加到10、15到20% ABS 咧，嗰件嘢就基本上拉唔到出嚟嘅。咁所以其實充其量都係去到十啊左右咁上下，係、因為早排有努力過喺呢方面。咁啊，有做功課啊？我做呢啲啊嘛，我係揾食噶嘛，次次都有做嘅，係啦係啊，無論係自己跟嘅 project 同埋自己唔跟嘅都會有做嘅。係啦。我哋都有㗎，我按次好似冇，其實係有的。等等啊，玩玩具呢方面都係阿迪叻啲嘅，我唔係好識揸腳。咦？有嚿嘢跌咗出嚟。係啊係啊係啊。緊要啊！等陣先。嗰啲手型咧幾靚喎，啲手型做得。這個手型做得挺好，即我覺得它設定是不錯的，有些懷舊 feel 的。其實近十年我少見到這種 的叫科幻造型，科幻軍事造型少一點，但反而這些更實在一點。近期那些開始有一點浮誇，我覺得即尖的位置就會多了。其實傳說中公司即近來是將會再做多一套 EA 的新作品。是的，沒錯。在不久的時間都應該 會見得到。這幾把槍挺漂亮，這個是不是噴火的？很實在的。這個不是啊，這個是機槍還是散彈槍？散彈槍。這個像機槍，這個像什麼？什麼槍啊？電槍。Plasma電槍。這支而已，他剛才說的這支。電槍。這個如果散彈槍就那支啦，雙管就散彈槍。哇！如果這個可以開，真係正。哇！係。小弟係唔係好識玩玩具嘅？大家見到我玩咧，我屋企啲玩具全部都係佛企嘅。不過因為我唔捨得扭玩具。不過我見佢就武器嗰方面，佢就會其實即係斬睇咧 ，detail 完全冇問題嘅。不過就啲槍嗰啲窿窿嗰啲位咧，因為成本問題咧，呢度我都係慳咗嘅。但理解的，這個即是 你要那個洞來做什麼呢？其實是不是要收粒子彈去呢？它比較多就是即行位行深，它就夠了。因為其實有時類似這槍呢，它不會說有太多資料給我們說，例如那個槍整個活動是怎樣的，那變成就可能即有時就會可以輕鬆一點就輕鬆一點樣。是是，我覺得夠了，因為 我們有很多朋友玩比路很喜歡儲這槍，即儲一些科幻槍，即是特別的槍沒有的，儲一些槍其實很漂亮。係啦，咁啊，可動試過，外觀講過，顏色睇咗啦，係啊，我諗就差唔多啦，差唔多啦，唔錯，我唔會叫你買㗎嚇，有得叫你唔好買，係啊，呢只，咁啱嘅，即係喜歡就追咯，有時其實玩具嘅嘢就大家講都啱嘅，其實有時睇實物先買，咁你有信心嘅就訂咯，咁如果有時你你冇訂到，咁到睇實物啦，然後覺得靚啦，翻中食炒嘅，咁就自己衡量風險咯。即其實呢啲就冇乜所謂。成正比嘅係。係啊，所以你話訂唔訂，我都好少訂玩具㗎，但我願意食炒咯。即可能中百零蚊，即你炒都炒唔到好高啫，我中百零二百蚊 OK 嘅，即好多人一個範圍內。咁我嗱，我 miss 咗冇訂到就係即該承受風險咁樣。所以即中意就訂咯，或者係有緣就扭一扭先。所以我發覺現在市場上嗰啲現存嘅現成玩具咧越嚟越少㗎啦。真係㗎，即係好嘅好價嘅就賣曬㗎啦。如果剩翻啲咧就炒到貴，一係咧就可能你覺得唔得嗰啲玩具咯。係啊，所以真係中意玩嘅，其實我覺得越嚟越興嘅即係預訂。不過當然啦，預訂嗰風險頭先阿嘉講咗啦，即係你可能係你認為貨不對版嘅，咁但係呢個均等啦。咁但係即係零售商或批發商亦都需要咧，佢哋平衡翻風險。但係個個都覺得對版嗰啲嘢通常訂唔到。我最近好想訂 LEGO 嗰個船咧，走中船啊，平中船啊，我好想訂嗰個啊，但係咧到我知道嗰陣時已經原來賣曬。係啦，我而家完全揾唔到啊！即係跟住之後，我睇淘寶要四月貨咯，唔知係唔炒嘅話要四月貨咯，好貴啊！嗰只嘢唔知七嚿幾水啊！冇錯，好想買。係啦，個 game 就係咁玩㗎啦。就是這樣啦，就是這樣，好啊，多謝支持，今晚大把新嘅，繼續。
拜拜。第五季第五集。